點解唔係上菜做封面，係一個罐頭產品呢？是一個肉鹽嚟嘅，咁今日嘅話題想講肉鹽，不過未講呢個話題之前咧，就先介紹自己先啦。我係 Patrick 啦，嚟咗加拿大38年嘅香港人啦。咁呢個頻道用一個心態就介紹啲開心同埋我喺加拿大嘅所見所聞啦，開心嘢同大家分享嘅。肉鹽乜嘢嚟呢？啱啱喺網上睇到啲新聞，就話日本咧都要家居隔離。咁啱啱過完嗰個所謂嘅長假，其實日本人都去不到玩啦。咁而好多日本人咧，由於喺屋企要喺屋企家居啊，咁好多日本人中意去就浸温泉都浸唔到啦。咁佢哋唯有用乜嘢嘢嚟代替呢？就買肉鹽咯。呢啲所謂日本肉鹽就好似温泉嘅礦物質咁嘅，佢加落呢、這個浴缸度同啲水咧中和咗之後咧，就有日本浸温泉嘅感覺啦。而我今日想講呢個話題就因為有咁而發啦嘛。日本肉鹽加咗咁多錢啊！咁而我之前去日本咧，都每次都有翻嚟都帶啲肉鹽翻嚟，因為我係中意浸肉嘅。咁而我亦都中意呢一個嘅氣氛啦，同埋咧呢個肉鹽有呢個治療作用嘅，可以減疲勞啦、潤膚啦。咁係啦，聰明朋友可能睇過我都嘅片段嘅朋友都覺得點解背景唔同咗咧？係啦，因為咧我冇出街啊，我都喺屋企咋。呢個我屋企嘅 basement 都係 basement 嘅一角，咁呢個有個 jacuzzi 喺我後邊，所以我喺屋企都中意浸下浴啊、泡下湯咁嘅。咁而咧，我想分享就話啦，喺加拿大都買到嘅喎，不過咧可能價錢上貴咗少少啦。咁而我之前提過一個 Dancing Centre 入邊有一間專賣啲美容品啊，喺個日本產品的店頭有得賣的，因為我也不是跟你賣廣告，是有得賣的加拿大，不過價錢上面貴一點，貴三四倍左右。因為呢在日本買一盒這一罐的產品呢，可能說的是400-500日圓啊，600日圓頂了籠。有些朋友有時去日本機場都是見到一些簡單一些，例如這些盒裝呢就簡單一些，他們有包裝，可能一盒入有4-5包，便宜很多的。不過問題就是說他用完一次就用完了，而我用這些大樽裝就可以用好多次啦，可以用每一個星期用2-3次，咁可以用到一兩個月起碼嘅啦，咪大樽啊嘛。咁最重要就係話啦，你可以上 Amazon 揾到嘅，不過咧就貴啲啦。咁而我就想分享到喺加拿大係買到嘅，而且我仲知道咧有啲超市都有賣嘅，好似我之前提過咩華泰啊、豐泰，佢如果有日本嘅美容 corner 咁啊，又賣日本啊、韓國嗰啲美妝產品都有賣，不過都係貴啲咯。不過冇問題啦，喺加拿大只要你肯去揾，一定揾到，而且可以喺屋企有温泉的感覺喎。咁而家冇得去玩，冇得搭飛機，冇得去日本玩嘅話，唯有屋企用下浴鹽，令自己止下人痕 ，relax 下自己喺屋企。浸翻個靚靚嘅湯咁啊，當去日本咯。如果唔係點啊？呢個就係我嘅分享啦。希望你中意呢一個今日嘅分享啦。咁嗱，咁如果想買肉鹽嘅話咧，就上網查下咯。日本肉鹽好多種啊，多到咧，我相信咧冇100都有80種。咁啊，你啊可以上網慢慢揾下資料啦。咁啊，希望你中意，咁啊 subscribe 頻道，保持聯絡。咁啊，我係 Patrick，subscribe 我呢個加分享嘅頻道啦。Bye。哇！嗱，呢啲就係日本温泉嘅效果啦，希望大家都享受一下啦～